今天很奇怪，回到车里突然发现那个车钥匙不见了。很浓的这个海水的味道，你看空气当中也有那种水雾的感觉，好像是，你看有没有闻到，有没有闻到水海的海的味道，是有那个风把那个海水吹到这边来，是吗？有没有？有没有？See the blue sky.Where's my slipper? Must pull out my other slipper. Me too, mine! This is probably very dangerous.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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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今天很奇怪，那个回到车里突然发现那个车钥匙不见了，后来就一直在找，本来我是放在我的那个一个袋子里面嘛，就基本上就觉得不可能不见了，就好奇怪，我是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嘛，跟我的帽子和手机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刚才就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沿路找了两回了找不到，我觉得有可能还留在车里，但是我又有记得在车时我放就是关车的时候锁车的时候我有用这个钥匙锁嘛，因为如果钥匙离车很近的话它也没办法它也能打开，后来就幸亏我买了那个roadside 什么就是救援的路上故障救援的这个保险，所以的话拖车是免费的，现在那个本来说45分钟就会来，现在他十几分钟就能到了，待会就把我们拖回去，幸亏我那个浪友也还在，所以那个小孩他们可以拖我带走，我就跟着这个拖车，好的，很快就到了。 Thank you so much。看了一下，然后他说先把门打开。Yeah, I don't think the key is in here. Okay, let me see it in the back.
Keys aren't in the car? No, okay. H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actually lock it. Yeah, I remember I locked the car. So you had yeah, the key. Yeah, I had a key. But did you retrace all your steps? Huh? Yeah, I needed to find them. Okay. Yeah. Did you check with the light?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叫那个奥斯汀的爸爸开车拿我的钥匙过来，然后就自己开回去。本来是想让他拖，结果他说拖的话有可能会把那个机器弄坏，因为我挂不了空档嘛，他就硬拖硬扯，就会把那个 transmission 还有之类的那个什么 brake 刹车啊之类的都轮胎啊都有可能弄坏，所以的话我们就现在就在这边等 Austin 的爸爸回来过来，然后我们就在 Jack in the box 坐着吃东西，然后等他们回来。Go！ 现在我们又回去沙滩等那个阿森的爸爸，他还要一会儿才能到。那个 King 又在这边，海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玩。在海滩找了几圈，没找到钥匙。反正顺手有抓一下，捡了一点塑料垃圾。后来想想，救生员那里问一下，也许有谁捡到交给他，对吧？我留了个电话，他们刚才说有一个钥匙，然后我说啊，那太好，如果是的话。后来他们拿出来，发现不是，那是一个普通的钥匙，不是那个我的车钥匙。后来就留了电话。如果万一他有人捡到交给他。